我们在逛地下街，因为阿优想要买塞尔达，然后就阿优，你买的是这一片吗？不是，我买的是这一片。这片是什么？买的是比较不是卡通版。它有，对，它后这是后来出的吗？这个也是，那是最近出的，那是最近出的。哪一个是最？你说这一个？那一个？啊，你为什么不买新的？啊，那是无双，无双不对。是破关的。哦，这是最早的。对啊，这打神庙的。好吧，可这也好可爱，这个跟这个一样吗？不喜欢玩可爱的。哦，好吧。我们今天带阿优来买萨尔达，阿优借我看一下。哎，就是这一台，就是这个。最近出一阵子了，大家都走了。被打走哦，好像真的会这样。对，还是很长。啊，打被打走，还是很长哦。阿优最近都在打，最近我常常陪他打那个宝可梦那个机台，礼拜五、礼拜六晚上都会陪他去打。好多人在排队。我们在地下街，台北地下街人很多。要逛一圈吗？好，你看到哪一个？我看到了一个。那是商品特别火。那是25周年，好可爱哦！我要买这个。买这样子哦，它是酱加汤。我你买这个，我要买这个。我只是看一下而已。逛一下，逛一圈。哎，你看佐助哎。佐助，啊，这是你。我爱罗。我想我爱罗。我还有也很帅、欸，这是我的、欸，这不是我的，我看看就你那一只啊。我买便宜100块。你买多少？450。那个时候在哪里买？那个机场、啊。很透明，要什么？突然要机卡。哎，金刚哎、欸，酷。走走走，逛一圈。不是啊，这不是我刚刚看到那一只。不一哦，这只这一只好像不一样。好吧。不一样。这真的很多可以逛。这边这是七龙珠，昨天我们就是看人家在玩这个啊。对啊。那人感觉，刚刚我们那时候看的人感觉很厉害。对。你只能跟他讲说。今天地下街人还是很多。妈咪在前面啊，在前面。你要买别的游戏吗？对，我想要看 Just Dance 2021卖。2021。你看这一家的萨尔达就卖1990，你有看到吗？所以真的每一家会差一点点。我刚刚应该又逛一圈的。啊，所以不一样。对，我全部都是新的。我在外面等他们，等他们出来好了。什么？是什么？游戏王啊！那、啊、这个现在都变30块，有还是有很值钱的啊。那个300，那我有。那只你看1750。对。哎、欸，那我有那只超多。你以前就是买这种啊。游戏王卡。对啊。哦，有了，你看我找到了，你看，我不是说它不是盗版的吧？可是这个现在要去哪边玩？青眼白龙就是这个，厉害吗？这只是什么的？青眼白龙啊。然后这是青眼的另外一只亚白龙，青眼这只要几万块？9900，为什么这么贵啊？这要问你阿姨了，这个他可是专家。他就是我们宝可梦卡的色尾啦。对，就是我。应该是类似色尾。这个应该好人在玩吧，只是比较少。可能是我们这个年纪才会。对啊，走吧走吧。哎，后面那个
哪边有两万几千多的？那里啊，有两万多的哦。24200，为什么一张是2280，一张是两万多？可能不一样，有没有伤到或什么之类的？我要这只卖几块？我要这只200块。你自己打啦，买什么买？那个你现在买，那个有没有机台让你打？有啊。那个哪有机台打？现在都没了。不是，那是新的。那是新的吗？刚刚我指的那个是新的。哦。我那个鱼缸啊，可以养鱼啦、啊。好热闹哦，一下子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去接姐姐。好啊，好啊，走另外一边。我们的 PS5 到底要什么时候才来？啊，你们买 PS5 了？有订一台啊，可是还没到。那 PS5 再帮我顺便买火影忍者。PS5 有火影忍者电动？PS4 就有。PS4， 那如果我在 PS4 买，应该 PS5 也可以玩了。可以啊。可以。可以吧？不一定啊，要看要不要有一些游戏可以，有些游戏。火影忍者大火之度。这区好像都是电动，不是都是通讯。还有扭蛋。扭蛋对，然后电动都是在尾巴那一区。什么？我不知道的。PS4 的。哎 ，Switch 也有。我不知道这个游戏，我就来查。那你要打他名字？看起来蛮可爱的。你要转行了吗？改行游戏 YouTuber。哦，那我问嘛。电视台换好一点。电视台。我们的车子啊，停在台北车站的地下停车场，然后就在前面。为什么一直打我啦？维修的。很痛吗？不会很痛，可是你在揍我，我就会揍你哦。为什么不会很痛吗？啊！认输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不要冲那么，洗澡不要那么。快到了，在前面一个吧，一两个吧。啊，你会喜欢《三国志》吗？啊，可是这个是线上的啊，而且这是十二岁的。来，十二岁有穿吗？你看这个买这个。赛台是十二岁的、哦。不知道几家？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十二啦。他六家，不可能六家。他六家啦，我确定。六家，不可能那样子。他是六家。三月的时候就可以玩。十家，哇，阿佑你不能玩哦，十家。我要放到三月的。三月以上。
我去买凤开箱。啊，不要。好了，我们停车就停在前面，就拍到这边了，拜拜。好多人哦，今天。